课余的时间外聘美冠乐器工作室的老师吴信雄老师来担任指导。首先我先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为我们演出的团员，田文雄老师，好，我们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？陈金池老师，洪宣文老师，苏朱玲老师，陈村植老师，陈淑娟老师，以及这个乐团的幕后推手哦，幕后工程指导老师，这是由我们享誉海内外哦，他的学生呢遍布海峡两岸三地的吴信雄老师。今天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曲子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。